为了年初三和年初九两场花车巡游可以顺利举行，在2月14号就进行了拜神仪式，祈求到时活动可以顺顺利利。由旅游局主办、民政总署、体育局和文化局协办的九年花车巡游汇演，以华丽盛宴作为主题，两场巡游一共有15部花车参加。其中年初三会有来自8个国家组成的9对外来表演者和本地25个表演团队，合共超过1000人参与盛事。而巡游的路线和往年相反，当晚8点改在西环湖广场作为起点，途经孙逸仙大马路，而终点就是澳门科学馆。年初九当晚8点会在沙梨头北街举行起步仪式，花车到时会途经多条路线，包括青州大马路、拱形马路、黑沙环马路、无赖士大马路、黑沙环第四街、长寿大马路，而终点就是右汉街市公园。感受新年喜庆气氛，大家齐齐行好运。